陈秘书，你是要给博总送咖啡，我给你送去。不是我猫是咖啡。进。博总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我听说劳逸结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要不要先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呀？这没你的事了，出去吧。你昨天晚上没休息好，我想让你早点休息。我昨天晚上虽然喝多了，但是回到房间就睡觉了，而且睡得非常好。啊？那昨天晚上的事情，回到房间后你就不记得了？发生了什么吗？没什么。陈秘书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找你。咱们公司新来了几个专家，你跟小易去招呼一下。哦。还有一个事儿，请你帮忙。什么？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，麻烦你帮我给周新言打个掩护。如果要是博总问的话，你就往我身上推，说我拿错房卡了，好不好？不用往你身上推了，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说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他告白，然后他转头就给我忘了。喝软片这种事情吧，我倒是有经验，说是忘了吧，嘿，兴许过几天又想起来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他多久能想起来啊？至于过多久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宝妮，你最有办法了，帮我想想呗。哎，要不你试试情景重现？情景重现？嗯。情景重，我回去琢磨琢磨。不是啦，情景重现。吃的什么菜啊？看上去好好吃哦。鸡肉、鸡蛋、萝卜、土豆丝，你不认识啊？哦，我最喜欢吃土豆丝啦。嗯，最喜欢吃的土豆丝，我不喜欢吃。